师兄怎么回事？客人嫌上菜慢，要退单，小官不同意，这不就出事儿了吗？命，这都是命啊！夏日小米，国福荣，你有权保持生猛，但你说的话将作为陈塘证供。你有权聘请律师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陈塘就会上。你听我解释，不是，救他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 夫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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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
另外再送你三天住宿，豪华套房，食宿全免，还带一顿夜宵。老爷，把那熊头可疼！以妖非恶，报！起了，别装了。哎，你这先给俺弄二两官银，补补身子。快点，拔溜的。这房子还中。中啥中啊？啊，你为那一点点小梨子装死，你丢不丢人呢？哎，你们看见刚才那个泼妇武功高强，心狠手辣嘞，我要是不装死，那不被他打死了？你看你能了，你要是沾上毛，比那个鸡还贼，比猴子还精了。我就是能，我就是精。俺老裴当官这么多年，伴君如伴虎啊。俺要是不多长点脑子，那不早死八百回了呢。芝芝，这个地方鱼龙混杂，不宜久留，你快去把鸡五里给我找回来，以防万一。马上找个新住处，咱得快点搬走。时间半个月，要不然他不长记性。哎呀，掌柜的，
你吓唬吓唬他得了。我估计他病了，走了一路吐了一路，走一路吐一路，那纸包来蹭你，光吃饭不干活，还跟个热乎。咋会的？他真有病。废话，没有病他还能大客人？多少次了？你给他添了多少银子了？生意是越来越难做。物价飞涨，客流剧减。原来每人每顿三菜一汤，现在三顿一汤还自带干粮。都都气笑了。算了算了，赔死算了。哎呦，那我得赔啊！赔大发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真的不应该到这个地方来。如果我不到这个地方来，我的夫君就不会死。如果我的夫君不死，我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。如果不到这个地方，我也不可能悲惨到这步田地。昭成会我的认识你，今天我要你狗命！裴大人，这数啊！哎，姑娘，姬无命。姬无命是我哥，我是他弟。姬无力，咱们先说这事啊，先预付我四两银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待会儿要埋了你，这是我的劳务费。一般干这活我都是收五两，看你是个弱女子，八折。别急啊，如果你要棺材和墓碑的话，那得另加钱。我还是先把你埋了吧。谢谢客官，慢走啊，两位。掌柜的，你看，给客人的菜规格还行吧？肘子不能松，留着咱自己吃。瓜子米，哥哥把盐粒扯去，扒拉出来还能再用一次。青椒肉丝，我把这肉丝也给你挑出来。秀才，扒了盐粒。啊。把汤给你留着，我还要拌饭吃，咋了？油焖茄子给我把油逼出来，留着下次给我烧菜用。老白，相遇的美德。地沟油哎，你不管，有人管，谁管？衙门。跟我把效果交出来，让他给客人送菜，赔不是。小郭，小郭，你去送饭了，肘子肘子，我的肘子啊！我不让你再站住，大腿帮忙，来来来，快快，你再站住！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跑了，要把你肘子给我放下。肘子来喽！慢点慢点，不是这怎么我说，这干啥呢这？这是干啥呢？是活着还是死去？那是你的问题。装死你还装上瘾了是不是？
信不信姑奶奶一掌拍死你？拿着，你别过来啊！嗯，我要死在这儿，那谁都撤不了大宝座。哎，山子！哎呀，你像呀！你看小脸憋通红的，你看，咋的？学过表演的？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你看脑门上那青筋，看似符合逻辑，但是还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：因为窒息而产生的虚弱感。那脸没红吧？红了，红了。你没翻白眼啊？哎，完了完了！哎，状态挺好的，真的。稳住啊，保持。这时候要是给他来个特写啊，那观众就会认为你的这种痛苦是由于长期便秘造成的。不要再笑了，咱被人讹上了。算个倒霉，这还要赔多少银子？又来了，又来这出那什么？哎呀，这个世道呀，磕砖砸碎，数不胜数，还要被人巧砸，往后就损一个嫁妆呀。有个细节我没太想明白，那人用这种方式装死，咱要是不管他，他不就真死了吗？你什么呀？快快快，放下放下，站站站，赶紧把这个先拆了，把这个先拆了。死了，死了！他不能死，他属于自杀，跟他没啥关系哈。客栈里死了人，传出去可就完了。焦辉儿，客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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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客官，客官，你不能死，客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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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拍你了，客官，客官，你醒醒，客官呐！你为啥要寻死？我失恋了。妈呀！你老板给人泡了。我对他是此情可待成追忆。那他是一只红杏出墙来了。那不中不中。哎，干什么？我得走了。你想换个地方寻思吗？我不能答应。哎，娘子！不听话！别出乱子！不不不不不不！那佟掌柜，佟掌柜，你坐，你坐，咱商量商量，好不好？我有点急事要办，你通融通融，我给你50两银票。张堂50两，你自己留着花吧。100两。100两，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？个见钱眼开的玩意儿！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个见钱眼开的玩意儿！说你呢！我告诉你，我佟湘玉，200两。是你想的那种人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300两。拿走，拿走！我看见金钱就像看见粪土一样。500两。给我整过来。找你，你要是不要啊？你不要我死了啊！500两第一次，哎呀妈呀！500两第二次，你死死死没人想。500两第三次，哎哎哎！掌柜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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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见他，见他。爹你好，本来刚困街时的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千万不能死在客栈里。带走，快走。有把绳子给他送一送，不行，得紧点。
把嘴给我勒上。问题是他不张嘴呀。拿筷子撬。撬撬撬。使点劲儿啊。谢谢。快快拿牙糠给他消炎止痛。行行行。太疲惫了，休息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咋才来嘞？我这回可真受老罪了，我。别好了，别好了，别好了，别好了。他们不拿我当人，他们拿我当囚。那要不要把他们都杀光？杀杀杀！把他们都杀光，每人捅一刀，掌柜的多捅一刀，捅得个稀巴烂。好。一人五十两，杀三送一，一共一百五十两。你瞧我欠眼里了你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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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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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这钱不在我身上，都被他们拿走了。保重。哎，你别动别动别动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嘛。我被官府盯上了，要是他们把我的银票、账本和官印都拿走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帮帮俺，把钱包取回来，滴水之恩，俺一定涌泉相报。对不起，概不赊账。五百两，我给你五百两。总共五个人，我给你五百两。对不起，现在涨到一千了。啊？每人一千。为啥？因为你让我杀的都是高手，和我有杀兄之仇。哪边来？慢着，杀我可以，但得先说明白了，我到底是死在谁的手里？废话，我呀。你可以叫姬无命，我也可以叫姬无命，他们都可以。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呢，你又是谁？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嘛。那就问几个有意义的。我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处？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？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是世界选择了我，还是我选择了世界？够了。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？宇宙是否有尽头？时间是否有长短？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？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？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，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？我杀了你！是谁杀了我？而我又杀了谁？是我杀了我！回答正确。动手吧。道圣白展堂，六扇门的头号通缉犯，厨子里大嘴有皇上御赐的菜刀，还有郭芙蓉，六扇门郭巨侠之女，朱无双，葵花派高手本镇捕头，吕青侯，朝廷认证的关中大侠，也是说死我哥的直接凶手。这些人我做梦都想杀了他。那就报仇啊。我的职业和私生活不能搅在一起，你不买单，谁也不是。每人一千两，太贵了。杀不杀？你定。约，别算了，快点来。啊！哎呀，别老忙活事业了。还有个啥事业都赔完了，这个月又赔了五两银子，赔死算了。早知道我就应该把那个人的银子给收了。五百两银子，给我赚十年呢，不对，是二十年。是二十年，快点的呀！机会就这样溜走了。
妈去谈咱媳妇儿，你说你除了钱你也不想别的呀你。同福客栈的朋友们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，你们千般劝阻万般好心的使我幡然醒悟，男子汉大丈夫为女人死太不值，爱情没有了我还有事业，我陪某人对天发誓，我将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人生，绝不辜负大家的一片好心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咱这也算是积德了吧？积德了，咱这是积大德了。那咱的生意总该好起来了吧？必须的呀，好人有好报嘛。霞镇分河东跟河西，河东呢是商业区，富人比较多，河西是乡下，都是穷人，年轻人全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来的全都是老弱病残。转逢了转逢了，算账算了，我头疼。转再多呀，你没我的份儿。说啥嘞？回到京城我就送你一套大寨子。你送我呀？还是我送你吧。黑大人，去到镇上给我买点海外头疼片。是老爷。事情办得咋样了？差不多了，还有两家因为是祖宅有点麻烦。做事情啊不能怕麻烦啊，因为事情本身就很麻烦嘛。我请你来干啥来了？就是帮我解决麻烦。解决麻烦那叫干脆利索。开什么玩笑，想收我家宅子？我先祖当宰相的时候他们在山上当猴呢。我说儿子，这个宅子啊可是你爹多少年的心血，不管谁给多少钱咱可都不能买啊。老爷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记住，人这一辈子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麻烦。做家庄麻烦不麻烦呢？十八里铺麻烦不麻烦呢？再大再多的麻烦那也不是麻烦。那我就放手干，去多雇几个工人，让他们扛着镐带着锹在大街上转悠，要是有人问就说有神秘富商发话了，要在齐家镇大干一场。老爷们，黑猫在这上有礼了，有礼了啊！今儿个请大家看戏，热闹热闹啊！小弟姓裴，叫裴志成。哎，前不久啊，小弟为情所困，差一点就丢了性命。有一群好心人出手，他帮了我一把。小弟侥幸才活到了今天，主要就是我。哎，听着，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多情的土地，能在这片有情有义的土地上死去，总做鬼也幸福啊！俺今天含泪向大家保证，俺一定要使传说中的栖霞镇变成新的传说。一年以内，俺要在河西建成最好的钱庄。
绸缎庄、药铺和胭脂店，俺还要建成这方圆800里以内最好、最大、最豪华的五星级客栈。妈呀，这不会了吗？开业的前一个月，食宿免费，来请大家都来蹭饭啊！玉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买房必须得买房，河西那边房价肯定得涨，绝无可能。哎，咋不可能呢？现在这个经济，老百姓能吃饱都不错了，哪有钱钱消费呢？没有钱买东西，还敢开那么多新店，那是造势。不是，那人家都折腾房子干啥呀？阴谋，绝对是一场阴谋。啥阴谋啊？坐。根据我的判断，如果他事先收了房源，趁房价大涨往外一卖，然后摆屁股走人，你咋办？瞎扯，你就抠门。你干啥？你个贼！我拿钱买房。这是我的钱。这钱有我一半啊！那都是我的钱，离了婚才有你一半。你省点。你啥意思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干啥呀？疼啊！大招，大招！你别着急，我喊你了，这钱不能花了。来了，夫妹，要不你再想想，对于买房这事儿，子真的曾经有约过的。约你个头！子约再不买房，就是吃子带的大傻子。那咱们也不至于这么着急、猴急、以及心急，吃不了热豆腐吧？你了解京城的房价吗？你说。我跟你讲。侬讲。10年前。10 years ago。白石桥的一个小院才值20。10年后。10 years later。白石坊桥的一间屋就值200两。白石坊。买得起房的恨不得房价涨涨涨，买不起房的恨不得把孩子卖了换套房。天哪！闪开！闪开！不是 SB， 没事啊，豪哥在呢啊，没事啊。妹，你有身孕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来排队。我怕人家张三，你又不敢跟人急。没事，谁敢张三我约死他了。我跟你在一块儿。那排队去，来，1、2、3。要沿河的最后两套，一大一小。小的多少钱？500两。姑奶奶没那么多银子。那你要什么价位啊？50两。50两能买多大的房？还有一套小户型，但是不沿河的。赶紧带我们看去。走。这一套是小户型毛坯房，采光特别好，采用的是目前比较流行的原木结构。啊，可能目前的这个装修风格你们不喜欢，略偏粗犷，可是也没关系啊，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重新设计啊。我的意思呢是装修尽可能要简约，轻装修，重装饰。好了，就是这里了。二位看到的这套买棚送牛，再加50斤饲料。如果你们考虑一次性付款呢，我可以给你们打88折，还免中介费。
你这房打完折多少钱？不算契税，正好50两。你去抢好了呀！你这是炒饭还是爆米花？我敢来杠啊！立马一个小棚子，我送里头大奶牛，大奶牛啊！注意是大奶牛啊！你看看它的奶呀，已经可爆掉了！哇塞，真的呢！小姐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不知道你平时喜不喜欢喝牛奶？我超喜欢喝牛奶啊，有营养无公害，每天一杯能补钙哦。即使喝不完也没有关系的啊，你可以用来泡澡哦。对对对呀，皮肤超好啊，超美丽，我赶紧放啊！我们江湖人士每日昏昏欲散，岁月和阳光不断侵蚀我们的肌肉，一不留神就老了。原生态牛奶富含胶原蛋白，令你的肌肤光滑油嫩，弹性十足哦。我能不能自己家亲戚小姐要小心哦？哎呀，你不怕的吗？小心哦！牛比起来，这个房子简直一文不值呢呢。丢啊！那你把牛牵走，把房子给我打3折。不满意可以不要。现房一套，先到先得。我要现在就付钱。好天元，我喜欢。买来要给了。来，我打死他！50两银子你就卖了个牛棚，那咋了？就是个寡子。我是个寡子，那老家的几个掌柜也是个寡子，人家早买了房，要在河西盖商铺了。你个寡掌柜，不要看了，没房了，连猪圈都没了。哎。你要是真想买房，我把牛棚卖给你。开客栈嘛是小了点，开小饭馆没问题。切，多少钱？100两。我扇你一百个大耳光。爱买不买。不要忘了，你还欠我30两银子。那行啊，你给70两就行了。80两，120。刚还是100，现在就120。每多收一句我就加20。咱俩还是不是好姐妹？140。郭夫人，我警告你，160，我给你恩断一句，180，你缺德到家了。说什么呢？我收回。等会儿，你缺德到家，我收回两句，220，100就100。我的神呀，现在人都炸了。Yes， 净收50两。七月份的尾巴，那还没有决定要卖呢。你决定买，我也不卖。啊啊啊！8月份的还是干啥玩意儿呢？又作啥妖啊？找老裴，让他让一套房子给我。你不说不买房吗？不说人有阴谋吗？错了，真知道错了。所以我想弥补，我现在就去找裴志成。抢也得抢一套回来。现在跟他的交情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交情。小王，小刀，咋还救过他一命呢？你没折腾死人家。手段是独特了一点。你拉倒吧。但是也咱们的一片真心，一片真心。哎，干啥玩意儿去？呀，玉啊玉，你叫那个香玉玉。你不能去。哎呀，生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生不得老婆套不着房。谁敢动我媳妇，我点死他！我。那你说咋办？这个美人计可以使，但是你不行啊！我不美，没，你美得惊人。我喜欢，傻老贝。你这样，我找一个美的不那么惊人的跟他聊。谁啊？等着，胡说！搞什么？你让我是美人计？就是卖身不卖笑。不对对对，卖笑不卖身。哎呀，其实连卖相都谈不上，说白了就是跟人家套词儿拉关系。拜托你，我是捕头，你让我施美人计，传出去我还混不混了？不，同福客栈你也有份儿啊！在这危难关头，你就不愿意用自己的美貌力挽狂澜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裴大人，早就应该请你过来了。上次那个事情，上次啥事儿啊？上次你在戏台上那个演讲，真的是如雷贯耳，激动人心。
我的心肠都有点那个澎湃了。真的？我好后悔呀，这么晚才请你过来吃饭，我很扫兴。啊？我很 sorry。啊？没事，咱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用客气。啊？今儿个请的还有谁呀？一个女孩，单身的，平时有点腼腆，见了陌生人还会脸红。佟掌柜，你是不是给俺安排相亲了呀？我是希望你快点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。掌柜的，老奶奶她那干么这样子？来，第一趟她都干漂亮，她那样子很多气功的。哎呦，受这么没有人疼，咋不疼点？先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裴大人。哦，我见过你，那天你装死，我给你搭过脉。你装死啊？见笑了。这位是朱姑娘，是本镇唯一的女捕头。女捕头？奶奶，我可得过女捕头啊。你没有见过女捕头？没有，第一次。幸会幸会啊。那白姨好好叫聊聊啊。那拎得清吧，拎得清。得干过个我。那就商量开始啊，你俩慢慢聊，好好聊。裴掌柜，贵庚啊？免贵姓裴。啊，我是问你几岁了？去年刚满47。那前年呢？明年当然48。切，您结婚了吧？早结了。有孩子吗？准备明年要一个。你结为什么不要？忙事业。忙得连要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啊。工作压力太大，有心无力。什么工作那么忙啊？商业机密，无可奉告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说的话将作为陈堂证供。你有权聘请律师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朝廷会为你指派一位。太不像话了！你这个小捕头敢这样跟人说话？这咋了呀？佟掌柜，啥意思啊？这是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俺老裴做事历来是光明磊落、问心无愧。你想查俺是不是啊？不，好，查呀，随便查。俺老裴奉陪到底。告诉大人。哎呀呀呀！到底怎么来？裴大人。让你跟人套词儿献媚呢，你怎么审上犯人了呢？你啊，你师兄，对不起，我说话说快，我审犯人审惯了吗？我原来以为啊，你嫁不出去是你命不好，现在我看出来了，都是你自己作的。你说咱为房这事咱容易吗？付出多大代价呀？你看你嫂子那脸画的跟年画似的，这是为了谁呀？这不都为了你吗？啊，不是，这就买了房子，你过来不也能住吗？咱们都一家人吗？哦，双儿，咱不能再这么二乎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不知道在黑暗的单身生活当中还得摸索多少年呢。谁让你偷袭我的？谁偷袭你了？那你干嘛？梅子山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你想干嘛？去了就知道了，别拒绝我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乖，别生气啊！干啥去？别动，没给钱。
人嘛，这些贼奸商把个房价抬高成这样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利用人的恐慌，草高房价，扰乱经济，简直就不是个人！老百姓辛苦一辈子，赚点小钱全部都给打进去，得是多黑的心肠才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！跟这种人生活在一个朝代，简直就是耻辱，是悲哀！他们已经盯上我了呀！他们今天把我叫过去，就是探我的口风了。他们已经搜集罪证了呀！那你想怎么办？杀人！天黑以后，你帮我出去打听一下，尤其那个女捕头，看她到底知道点啥。必要的时候，灭口。六，我说，你让我陪你来这儿，就是干这事儿的。我也是鼓足勇气才来求你的。行了行了，来也来了，干吧。等等，我说，我能把眼睛闭上吗？为什么？第一次，紧张。哎呦，你多大了？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你当捕头多少年了？这点胆儿都没有。这事儿你有经验，靠你了。没用的东西，放着我来。去，把床单撩开。工具带了没有啊？啊，还带工具啊？验尸不带工具，怎么验啊？这个死法有些蹊跷。那么蹊跷？我也不知道。听说狄仁杰老这么说。嗨，这个死的不蹊跷。脖子被瞬间拧断，干脆利落，跟前些天的一具女尸有点像。不是，小六，你没事吧？晕。哎，我也有点晕啊。是不是有好多蜜蜂在飞啊？你给的预付款已经花光了，还差多少啊？500两，俩250，很合理。你以为我的钱是白捡的呀？你放他们走啊！500两，你自己去抢吧你。裴志成，别躲了，我看见你了。你敢把家关人？老子可是刑部派来的啊！我老子今天不多了，老子今天杀了恁俩。砍死、吊死、毒死、烧死、淹死，您选。咋死都中，随便你。带出去，别把我这弄脏了。1000两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马上到青州等我，我随后就到。有什么话说吧。
爽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我要不让你过来陪我验尸，你也不会被卷进来。我不陪你过来验尸，你也不敢过来啊。我要不送你那花，你也不能过来陪我呀。你为什么要送我那花？我给七舅老爷扫墓的时候，觉得那花特别漂亮，特意从坟头里采下来一朵给你。严小六，无双，你就这么给我送花的？你们两个马上要死了啊，有什么话快点说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小六，无双，别看我的，慢点，慢点，就一下，我怕大不了的事儿，你这是急死了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跟无双说几句话，这些话我憋了五年了，说完了你再砍，咔嚓一刀，我连眼皮都不长。无双，如果有来生，你愿意做我七舅老爷三外甥女的儿媳妇吗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愿意做我七舅老爷三外甥女的儿媳妇吗？这谁媳妇儿？我媳妇儿，我呀。小六，无双，如果有来世，你要珍惜我。你要让我觉得做女人很幸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来世再见。行，我们来世再见。行了，你们来砍吧。战堂。战堂，这就是葵花点穴手。疼啊！哎呀妈呀，太疼了！哎呀，妹儿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师兄，我呢？你得给我滚一边去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疼死我了，点刀上了。老白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哼，怎么回事儿？我三爷，那你到这儿来干嘛来了？啊，这不晚上出来打酱油来了吗？正好路过此地，见此一幕。啊！哎呀，轻点的，别给我弄碎了嘛，白忙活了。你个老贼，恶习不改！妈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小样的，跟我动五把操呢？妹儿啊！师兄。妹儿。师兄。葵花点。本官来问你哋，你哋喺边度嚟嘅？哦，唔出声啊嘛！大人，您整个听得明白的问题。哦哦，还是还是。哦，鲍鱼中唔中意？中意中意。鱼翅捞饭中唔中意？中中意。穿心甲咧？中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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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本官系白痴啊！问你哋乜嘢都话唔识，问你中意食咩都话食，都话食啊！激死我啊！激死我啊！哎呀，我唔识讲普通话啫，你唔使咁样样啊！我只不过唔识讲普通话，我蠢，我点解唔讲普通话？我喺度学好普通话，多谢你哋提醒我。审案一定要识普通话。话俾你哋听，你哋逼我，我识讲一句普通话。
张家棍扎死东印。我要跟你好好沟通啊！好好沟通啊！赵王，赵王，赵王，说，赵王说。好了。赵赵赵王，你的背后大佬是边个？大人，我们背后的老大是。有人下毒，别扣。这个裴志成是户部官员，职责就是暗访民情。他所到之处，如果发现当地的经济或者某个官员有问题，就会马上上报给朝廷。一经查实，立即撤换。第一个就应该把他给办了。这次他竟然买凶杀人，在公堂灭口，楼知县都起岗他了。他说：“老易揍他，老易揍他，把他做掉。”楼知县在各个地方都设置了关卡，一旦发现裴志成的踪迹，马上请回衙门核查。拉倒吧，楼知县才八品，裴志成六品，还是京官，抓他，我看楼知县是不想活了。你干哈污蔑我姑父呀？我姑父为人正直，是个清官。我没说你姑父是个贪官啊，没说他官小。你凭啥说我姑父官小啊？听着没有？他说我姑姑官小，掌柜的，他说我姑姑官小，不要不要，必须高调，怎么的？你有八品的姑姑吗？别再吵，我就得吵，怎么不吵啊？樱花点穴手，跟着我来，你冤死你！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，行了，那就七舅老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只要能够找到犯罪的证据，别说是六品官了，就是一品，你姑父照样把他拉下马啊！今天晚上我再去他家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走了，为啥还会来啊？最危险的地方，也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那你为啥跟吉屋里说咱要去青州啊？为了避开他呀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万一被人抓住了，咱跟着也完蛋。没有人能抓住。你在这儿啊？你在这儿啊？你在这儿啊？屋里。你咋又回来了？我回来是为了杀你。杀我？杀我？杀我？你为啥要杀我呀？你杀我？谁给钱呢？潘公公。潘公公。潘公公给你多少钱？我加倍给你。除了钱。潘公公还决定把你的生意给你。裴大人，没事啊，没有痛苦啊，快，很快，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快。病是自杀，无病是自作孽不可活。他们俩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想杀了你，是因为可以成为经典案例。杀了道圣，我一辈子都不愁生意做。名气倒不小，什么势头？
啊！是他帮我的。是谁？刨不动也得刨啊！脚他呆住，那就是一丝啊！孙小四，我不怕死。赤子，老爷，老爷，这么多年来，只是承蒙你照顾我，替我赎身，教我识字，对我不离不弃。虽然你把我转手给太监做小妾，可是我一直都能体会到被爱的快乐。老爷，如果有来生，你愿不愿意还做我的小三儿？愿意，愿意，我义不容辞啊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里，想你时你在心田。走，我不走，快点走，我不走，快点走，走啊！赶紧说，帮我照顾好帕比，一定要喂狗粮，记住别放盐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我的狗狗，它吃咸了容易掉毛，记住别放盐，别放盐啊。想活命就跟我走，走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裴志成，如实招待。你在启霞镇都干了什么？你的后台老半死什么人？还有上回在客房寻死觅活的，到底咋回事？说不清楚，该不如不说。哼，你不说，我被拒了你。你现在所做的是传说中的老虎凳，它可以造成膝关节错位，产生剧痛。字母靠你害怕吗？它可以造成软组织挫伤，同时带来大面积淤青。刘票，这个你认识吧？竹签子，它能让手指和指甲瞬间分离，生不如死耶。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吊索和铁链，它能让你的脊椎骨拉长变形，最后就是告慰嗟叹。这叫烙铁，这些都是俺们女人的最爱，我要深深地把它印在男人的心上。
你别过来啊！胡启，好什么好呀？我还没有动手呢。他好，你就让他好嘛。 回头捡到预告片里有出票房的，说啥？把你逐出客栈！你逐出客栈！出客栈！出客栈！客栈！站！外面现在是什么样子，你应该知道的吧？姬无力随时会干掉我。快说吧。 我从一数到十，一、十。同乡遇大秀仁慈，却毫无诚意。顷刻间，从一数到了十，那个见老白更是腹唱腹随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，当仁不让之势，发个可怜的培智成逐出了门外。此时，冷血的杀人狂魔姬无力正像个幽灵一样游荡在外。行了，别白活了，过来帮忙来。扔。一、二、三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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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？嘘。 俺那后台老板是东昌总管潘公公，恁要是想告他，恐怕连状纸都递不上去。这个堡垒是我这些年的账目，恁要是想告，就拿去做证据吧。 小果，考你了。到警城早你点，把这份工装递上去。对不起，掌柜的，我不能去。这件案子根本就没法确定到底能不能告赢。 赢了，皆大欢喜；输了，人头落地。老板，人头落地这种感觉你应该清楚呀。我怎么能清楚呢？我人头又没落过地。我是说那种过了今天没明天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感觉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件案子就不办了。掌柜的，咱们干嘛非要引火烧身呢？这个姓裴的已经落在咱们手里了，咱们逼着他把房款退了，把他赶走，爱谁谁无所谓的呀。 无所谓，祸害到作家庄，你无所谓；祸害到十八里铺，你也无所谓。不要忘了，咱们客栈里就有一个十八里铺女子的远魂。虽然对你来说，他们都是陌生人，因为你爱谁谁嘛。那怎么陌生的人？他也是人，陌生的鸡他不是鸭，陌生的犬他也是狗。难道他们不需要帮助，不需要保护吗？秀才，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孩子一出事。 就跟着爹娘上刑场，这难道有错吗？那你就认怂，就处决 ，out， go go。 佟湘玉，没想到你如此绝情。秀才，走。大盘不开天辟地，侠行天下是利是义，不战而胜最是理想，在江湖身不由己。 没事吧？
富美，别难过了。没事，我只是想我爹我娘。子月，靠在我肩上。指尖轻轻触碰花泪水，雨后彩虹飘逸更明媚。飘来的竹笛声轻醉，云朵深处藏着谁？微风轻轻摇曳，幻梦一缕。凤掌柜，俺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让那么多的人吃苦受罪，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？俺是个小官儿，只会做点生意而已。潘公公位高权贵，又心狠手辣，你说他下令了，俺能不从？我就是个开客栈的，我也说不过你。回头把你押到京城，你个行不说，到时候把你杀了还是把你剐了，让他们定吧。我会给你嫂子钱的。哦，你还想吃点啥？给你打折。俺想喝点酒。大翠，拿壶酒来。佟掌柜，潘公公已经下令要把所有知情的人统统杀掉。季无力很快就会动手血洗恁同福客栈，赶紧逃命吧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宁愿做一个问心无愧的死鬼，也不想做一个半夜怕鬼来敲门的活人。大嘴，啊，赶紧收拾一下撤吧。撤哪儿去？回去找你娘。回去吧。不是，那你们呢？俺们回汉庄。放心，我们龙门镖局高手云集，安全的很。季无力他跟我斗，他不是个哥。去吧，大嘴。去吧去吧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不，把我支走了，你们在这等死啊？不用不用啊，我李大嘴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。你不走公钱听法，你爱听不听。李大嘴，你不要逼我。我就逼你了，怎么的？我跟你说，掌柜的，我李大嘴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平常你好的时候，你该给我涨工钱，你就得给我涨工钱。怎么的？你不好了，想扔下我，没门儿！不就是死吗？谁怕呀？要死大家一块儿死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走，我快点。同福客栈的朋友们，这次真的说再见了。多谢佟掌柜的那句话，宁愿做一个问心无愧的死鬼，也不想做一个半夜就怕鬼敲门的活人。湘月，小果，你带着秀才回京城，有你爹啥都不用怕。我不走。你必须走。掌柜的，你让我们撇下你自己去逃命，换成你办得到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舍不得你们，我也舍不得咱的客栈。谁舍得？老白、秀才、大嘴、我、无双、小六，我们谁舍得走？咱客栈立在那儿，说不要就不要了，谁能办得到？
同福客栈。有福就会有难，咱们不是有过约定吗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话不是你说的吗？你忘了？掌柜的，你是个财迷，你最清楚这人世间啥最值钱。你今天咋这么会说话的？秀才教我的。秀才说，香玉姐一定会来找我们的，你就这么跟她说。秀才，客栈就是咱们的家，咱要守着它。大嘴，哟，镇守廊桥，监视水路。得令，你呢？吴双，你去解扣，严防死守。得令。孝亮，你上二楼准备阻击。得令。Yes。 嗯。放心，我不傻官差，他中了我的迷魂针，睡两天就没事了。下一个谁来？站长，你们都回去，我不允许谁都别出来。把吴赏抬回去。布置起来就是四，咱们也要跟他同归于尽。好，忍住。
飞！彭飞！凤妹，你慢着，你杀我可以，但是得说明白，我到底是死在谁的手里？姬无力，姬先生，来，您请坐。你可以叫姬无力，我也可以叫姬无力，任何人都可以叫姬无力。姬无力不过是个名字，一个代号。把这个代号拿掉之后，你又是谁？既然你这么爱玩文字游戏，不如我们说点实际的吧。说，你怎么能既满足我杀戮的心，又能帮我打消因此而产生的内疚感？这是个悖论，根本行不通。怎么行不通？你对我的价值就是帮我打消内疚感。如果你不能证明你对我没有价值，杀掉一个对我没有价值的人，我当然不会有内疚感。证明完毕，所以，我还是要杀了你。哎，飞碟！娘子，不要杀我们，还活将肝炎。林中一眼。老北，咱俩可能躲不过这一劫了。没事儿，咱们俩死在一起。不是挺好的吗？别哭，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。哎呀，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送个玩意。那不都怨你吗？天天光顾着算账，也不光顾我。他们错了，可真的错了。还是我们俩生意对吧？跟这辈子还没有过够，我还不想来死。姬无力，我可以把你赚钱赚到你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呸！裴志成的方法很笨，等于杀鸡取卵，这种把戏迟早会被戳穿，你一分钱都赚不到。这我知道。我打算开钱庄，把钱借给老百姓买房，让他们成为房奴，我就能富可敌国了。绝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过来，兄弟，我来告诉你。来，你看，那一块牌子代表一户人家，称的这一边收入，另一边是支出，如果收支不平衡，灾难就会降临。来，放上。百姓的钱如果都用来还房贷，就只能节衣缩食，减少花销，商家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，就只能缩减开支，大幅裁员。很多人会因此失业破产，最后房价就会狂跌。好好想一想。没有砸到你吧？小心后头。佟湘玉，你找死！小柳，你先过！
你射呀！终于把你射中了。杀了你！还没有说完台词呢。房家下去，钱庄剩下一堆坏账，房市泡沫和经济相互影响，恶性循环，最后导致大崩盘。崩盘？你会以贫辱喜，被无数债主上门追债。我就捐了钱，出国躲债。那你就等着遭报应。老子从来就不信报应。记住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通通都报。Yeah! 是员外了，狗屁员外！我早就辞职不干了，我现在每天在家就是养养狗，炒炒股。炒炒股？股票？新玩意儿，那十八里铺有人靠着发大财，人称行百万。不好意思，正是在下。嗯，是不是大大？老邢，你带着我一起做呗，咱们低价买高价卖，闭着眼睛赚大钱。行了行了，你咋找啥时候搞啥时候底？内幕消息，老邢跟大庄家特熟，暗箱操作，稳赚不赔。赶紧去卖，现在就去。子曰：“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我抬头望着天。男孩女孩无所谓，我俩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孝顺听话。哎。到十八岁就有人拿梯子翻墙架，光贴身丫鬟就十好几个，最次也都得是十十个。说你是双鱼座的，上升巨蟹座，这暗恋
说过了30，没那么花心了啊。你怎么还真心不改呢？一个老婆要跑，还要跑几十个？有钱有钱呢！耶！飘来的秋笛声，耶！青春。掌柜的。云朵深秋层，这是。微风轻轻摇曳。掌柜的，这是谁煮的？给娃吃的呀？就是想归来，有时候想的流口整辈都愁。多欣慰，相识无悔无泪。等咱们逃过这一劫，你就跟我回京城看看爹娘好吗？别动了。富美，等孩子生下来，咱们叫他什么名字？你早就想过了，叫吕郭。什么？铝锅。那为什么不叫饭桶呢？你在身旁就有永恒力量。来，站长六将。小六，哎，你在向我求婚吗？是，我是向你求婚。我答应你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看拍戏呢？别传到网上去啊！拍照了，都辅助。梦一前尘过往轮回多欣慰。